What did you say? Dolce. Alina, come home. Cheers. This is my life. What do you know about it? You are my responsibility. This is not taking fucking money. You are a poor man. You are not going to help me. You are not going to help me.大家好，欢迎收看异想世界，我是张凯英。台北工厂是台北市营委会一手策划的国际合志案，今天很高兴邀请到营委会的总监饶子娟、卓立导演和演员黄介伟为我们分享。首先为大家介绍营委会的总监饶子娟，总监好。你好，凯英好，各位观众大家好。第二位是我们的卓立导演，导演好。凯英好，异想世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第三位我们介绍的是演员黄介伟，介伟好。凯英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首先请总监帮我们引言好不好，台北工厂是怎么样发展起来的一个案子呢？其实起因于一个不甘心嘛。不甘心。我虽然是服务于营委会啊，我也是电影人，在电影界工作有20年了。这20年来我常常参加国际影展啊，帮忙推销行销台湾的电影。那么从2004年开始，我发觉台湾的电影啊，新生代的导演的作品都再也没有进入过坎城影展了。是，那我想凯英也知道，其实世界四大影展最重要之一，其实坎城影展是非常重要的。是，它每一年有15000多名的电影人，专业电影人参加，然后超过7000多部影片在这个影展上放映。可是台湾这些年来都慢慢的被边缘化。对，那对于这个情况我是觉得很焦虑，我一直在想怎么样能够让大家能够看到我们的新生代的人才跟新的电影。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去跟坎城影展有不同的单元嘛，我跟他们的单元的就是导演双周这个单元的主席有谈，有一次我们就谈了说，我想要让这个人才被看到，他们想要做国际文化交流，我说太好了 ，Why not 把不同的国家的导演放在一起，或是不同的电影人才放在一起，看看有什么交汇的火花。这是这样子的一个 idea 之下，促成了台北工厂一。那么台北工厂之所以叫做工厂 factory， 其实它就是有一点实验的性质，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找了8个导演。4个台湾导演跟4个外国的导演一起合作，是，对，成就台北工厂一。那么台北工厂二呢，就是3个台湾的导演跟3个意大利的这个演员来合作。刚刚总监也有跟我们介绍过，就是影委会的功能有非常的多元呢，它不只要帮助写拍，也要帮助宣传，很多样。可不可以帮我们说一下，其实总监在台北工厂的促成啊，就是希望说能够让台湾的电影能够能见度能够更高嘛？对，我们还需要做哪些努力呢？总监，对，影委会其实年纪很轻啊，今年才迈入第6年啊。那么我们做的协助其实是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服务啊，可以说一个整个电影产业 film industry 里面的，从协助不只是说协助拍摄，协助找资金，协助找演员啊，协助小至一辆这个消防车，小至一个什么警察的制服，或是大到一栋大楼的这个商界啊，这些等等，这都是我们服务的范围。但是我们在这个协助拍摄之外呢，然后还有我们也帮助他们行销，电影拍成了，我们协助他们行销宣传卖版权啊。那另外的话就是我们也协助做人才培育。那么在人才培育这一块，我深切的感受到我们的人才因为很优秀，其实这几年来被这个挖角挖得很厉害，人才流失的也很严重啊。无论是到这附近亚洲城市，或是到对岸去，都是
造成我们人才的严重的流失。所以我觉得人才培育很重要，可是怎样培育最快呢？其实就是从做中学，就是从做中学。所以我们才会想到说利用台北工厂一跟二，不但挖掘新人才，也可以让我们的电影视从业人员能够从做中可以学习到，提升我们的竞争力。对，就是这次所有的从业人员通通都学到了一个国际合制的经验呢。所以总监是怎么样选取哪一些的新锐导演来参加台北工厂的这个合制案呢？好的，外界都很关心，就是说这个选拔的这个标准，其实我们要在一个大的影展中被看见，不可能是找新手，是，所以选拔的这些导演的候选人其实都有拍过电影的经验，就至少有一部电影，而且最好这部他的拍的第一部电影或是他拍过的这部电影曾经入选过国际影展，是，这是我们的一个标准。对，然后再由这里面去筛选。那其实有些导演那个时候刚好没有空，对，所以那在里面挑选出来以后有潜力的，然后我们再跟他们再去接洽。对，那这次卓立导演跟建伟合作的作品是《爱情肥皂剧》哦，爱情肥皂剧简单的说就是由一只长颈鹿布偶引发的一连串荒谬故事。那是这样，就是意大利的吉安娜因为一张长颈鹿布偶的照片在网络上认识了台湾的过气导演陈敏健，就是建伟饰演的角色。是，那有一天美丽的吉安娜她就突然不请自来，然后阿健一开始就以为这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那喜不自胜这样子，没有想到自从吉安娜来了之后呢，那黑道跟警察都陆续上门了，然后最后呢，在阿健跟他有一组好朋友九克三人组来解构他们这一段短暂恋情的时候，观众才发现好像阿健也不像他外表看起来那么单纯好骗，是这样，那就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一言难尽。那我想说的就是真实人生往往比电影还要复杂精彩，是，爱情肥皂剧大概是这么样的一个故事。是，就据说是导演跟建伟拍完那个百米炸弹客之后决定一定要拍一个完全不一样风格的作品，对不对？他决定了他，所以建伟这次演的角色你可不可以再帮我们介绍一下他的背景？他就是一个可能在国外念过电影，然后现在回到台湾，然后他拍了几部电影但不是很成功，然后他们几个朋友，他的投资人啊，他的制片什么朋友就开了一间酒吧，然后他就在那个酒吧里面工作，没有戏导的时候，就是一个像这样的人，这样是，所以接演这样子喜剧的角色觉得有没有隔阂呢？完全没有啊，完全我本来就演什么像谁。我其实要很感谢他了，因为我连续在从去年从百米炸弹客开始连续拍了三个电影，都是上山下海啊，然后就是被揍啊，然后或者是要爬大楼啊，或者什么，就是这种很动作的，然后很就是有拳头的这种东西。然后终于到了爱情肥皂剧，我可以就是在这边，虽然还是被打了，但是就是可以好好的在酒吧里面调调酒啊，调酒啊，然后跟那个意大利的女演员谈恋爱啊，就是这样吧，真是。终于，我觉得有点回，感觉有被照顾到的感觉。就是建伟很密集的跟意大利女演员有对戏嘛，能不能帮我们说一下？就是都是用英文沟通，然后我们很快就熟悉了，因为他来台湾的时间没有那么多，然后所以我们就一起吃饭，然后聊天，就大概知道说彼此的样态跟状态是什么，因为我。语文还可以，所以我可以跟他直接用英文沟通，然后很快就熟悉起来，然后就好像真的变得好朋友的感觉，所以其实那个过程是很愉快、很自在的。他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所以在对戏上面有没有意见相左啊，或者是需要在沟通的地方？没有哎、欸，完全没有。这么合拍？对，完全没有，完全没有。因为我这次也是经历，我跟卓立导演一起经历过《百米炸弹客》之后，我也开始，不是说修正，是在重新学习表演这件事情。然后这个机会就是个非常好的机会，让我去尝试不表演的表演。对，那简单讲就是我就常常在看着他发呆。
就是要尽力做到说就是没有在表演的表演。对对，可以这么说这样子。然后所以但他就是一个很适合的对象，因为他很漂亮，所以看着他就出神了，就发呆了这样子。当初是因为积赌气，然后坦白讲那个节骨眼我对台湾其实是诚实的说是怨恨透顶，不是因为 我想转换的那个心情使得一切事情好像都自己突然就聚合在一起，对，就 组合起来了这样。回过头来说，就是卓立导演是怎么选这个角色，怎么选女主角的呢？当初我们是透过 Skype casting 这样子。那因为台北工厂二是跟意大利最大的经纪公司合作，然后我是从对方提供的名单上面挑选了两位，那两个都很好，但是 Margo 就是我们的女主角，就这样，对 Margo 她给我的感觉更适合这个角色，然后我就选她了。而且我第一眼看到她就跟她说：“天哪，你好漂亮！”她本人比 Model Class 上面好看100万倍，对，是那就是一个一眼之间的感觉这样子。那当然最基础是因为说知道像演员要用英语来讲台词这样子，然后来沟通，所以他挑选来的名单是本身大概就已经有注明说谁的英文程度怎么样了这样子，所以已经是有帮我们锁准目标，但那我们再从当中去选。是，所以这次改拍喜剧是卓立导演第一次的尝试嘛？觉得得心应手吗？是，应该是发现自己内心就是个谐星魂来着的。哦，因为它有点像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啦。坦白讲，因为一开始完全不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完全不一样的故事。除了有外地来的女生，然后有陈敏健这个人之外，其实故事完全不一样。哦，所以喜剧的这个基调不是在一开始就决定好的，不是完全不一样的故事。那是怎么样促成的呢？就是当初是因为积赌气，然后坦白讲那个节骨眼我对台湾其实是诚实的说是怨恨透顶，是有点失望的。对，我觉得很多事情我很不解，就是说哎，为什么这个社会很不求甚解，然后很潜伏造作，这样简直不知一于湖底。所以呢当初就一个赌气，就是说啊，竞赛啦，那个认证要干嘛，才去有个屁用，就是这其实有一点想说我就豁出去的心态。那挑演员也就是说啊，随便、啊、反正会讲英文，反正会讲英文，啊，就你啦这样子。然后就像还有邵怀是因为说百米兄弟的啊，继续用。对，然后其实像农村他也是说，因为是哥们这样子，所以我就他们就熟了。然后那个全年先生还有闪亮还有逸翔，都是因为外形考量，因为需要高矮胖三人组，是所以他们的外的谐星的外形，对他们外表就很具喜感。对对，然后连蓉蓉也都是因为说。他就档期 OK， 然后他也刚好也愿意挑战一点新鲜 的，他说哦好啊，那就来啊，就所以有一点好像莫名其妙的，我的心情到了，然后配合，不是因为我想转换的那个心情，使得一切事情好像都自己突然就聚合在一起，对，就组合起来了这样，然后拍。爱情肥皂剧好像是变成我身心灵最省力的一次。就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但是有一点我还是我一直到很坚持，就是说好，我告诉自己说这一次故事我想怎么改怎么改，电影爱怎么拍怎么拍，然后最后想长什么样就什么样，我绝不让步。对，其实这一次我内心里是很强硬，我说我绝不让步，因为不趁这样的一个机会去做一点尝试，可能你不会，因为刚好又是短片，然后是因为会一个这样合作的机会。如果是我们自己，比如说你要去找钱干嘛，啊，你可能还会想说，哦，这样好像会赔钱啊啊，这样找不到钱。首先，你可能根本就会想说先入为主的想法，对。嗯，其实初稿出来的时候，那个监制们脸都绿了。他自己提的，就是知道做这部片制片，虽然拍喜剧，制片心里多苦啊。他们脸都绿了，真的。那个制片过不去的点是哪里呢？他们可能想说拍是什么啊？因为没有想过我
会选择这个题材，然后为什么会拍成这个样子？我预期他会拍一个社会议题的写实片啊，或是一个很严肃，因为他向来是很严肃、很有深度的。他突然跟我讲，他要拍喜剧片，他要拍肥皂剧，哇！我们想说，就又期待又怕受伤害，对，但是没有想到那个喜剧的幅度这么大，但是有一种很好玩的效果，这个倒是没想到，真的是一心一意的就是往喜剧那边走了，而且走得很彻底的，就肥皂剧其实很多元素刚好包括结合台湾跟意大利的元素是融合的还蛮巧妙的这样，那后来其实是因为就威尼斯的选片人好像很喜欢这一段，所以大家才放心，只是有一种说哼，终于整到人好爽的感觉。不瞒您说，真的是。但是我发现说，整个过程下来，就是从剧本修改、前置到拍摄，其实全部的团队都一起跟着你三八，那个气氛很好。那我的结论就是说，每个导演都应该要拍一部喜剧。喜剧片。当你觉得人生快走不下去，很想死的时候，拍一部喜剧片吧。就是你人生的救赎。真的是。超越蓝绿，打破黑白，五彩缤纷，不看可惜。是。我觉得我有看到台北。这件事情是，很久没有感觉到的，在电影里面，我有看到台北的不同的样貌，还有人的气息。在拍完这部片以后，再回想起来，有哪一部分是最令人深刻的部分吗？导演，因为七天，所以加上我记性其实蛮好的，所以每一天都记得很清楚。很清楚。所以你要讲说哪一部分最深刻，我每个段落我都还蛮喜欢的。那如果要讲说，我有点提心吊胆的地方是因为我们那个景是搭出来的，那里面就是建伟常挨揍嘛，是他会整个穿戏，所以我其实并不是担心他受伤，我很担心景到了怎么办，然后一方面又希望揍的越真实越好，可是另一方面又担心景就倒了这样。那个少怀会接这个戏很大一个诱因就是因为可以揍，可以揍你，他一直以来的夙愿就终于得到了吧？Chris 还好了，Chris 但是少怀是真的，是。所以这次建伟跟意大利女演员有什么最难以就是忘怀的经验吗？有一场戏啊，好几个，因为他有些地方真的是太好笑了，就是有一场戏是他不在剧本里面的，然后是他要即兴，就是因为他都戴假发嘛，然后他戴假发时间很长，所以其实很痒，有时候会痒要抓，对，然后他刚好有一就是个休息时间的时候，他就把那个假发拿下来，然后又拿了一支那个书画组的梳子在那边这样，然后导演就看到说，哎，我们来拍这个，这个好好笑，然后就真的我们就真的拍一段即兴的，就是我拿相机在拍他，然后他在对我讲话，然后就一边在那边，一直戳一直戳，然后我们就现在就是即兴，我就说你还好吗？你为什么要一直抓？他说你不要管我。重点是这样，所以我为什么看到他这样，我就觉得应该要拍这个，是因为就是 Marco 他边这样子，然后边跟我讲很严肃的话题，我好像在讨论说，哎，这里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对对对对。然后我看，我觉得那个实在太荒谬，太好笑，太好笑。然后我就想说应该用这个点子，所以他在拍他的时候，事实上是他跟他讲很真诚的话，对说的话，对对对对，他说阿健，我觉得是你是好人，我觉得你应该要继续拍电影，因为你有一颗好的心。一边在那边，一边在那边，一边在那边弄，就是外表跟内心是属于两种不同的路线这样子。还有就是，比如我在跟他告白，我一场戏在跟他告白，鼻孔，鼻孔演戏，然后鼻孔演戏吧，就是那个他叫 Marco 就是这样的，然后就是我跟他讲话讲一讲，他就这样。因为那个是Marco 他其实是诈欺犯来着的，诈欺犯，然后骗了一笔钱，然后逃到台湾。那因为骗了一笔钱，所以其实黑道不管台湾还是意大利都闻到风声这样子。然后所以混混会上门来的原因是这样子，可是他不知道嘛，阿健不知道。然后那个 Marco 是从外面回来，看到他怎么被揍得鼻青脸肿，他说你怎么了？然后他就说是因为我妈，对，他就自己心虚说是因为我妈这样子。然后你觉得你觉得是？对，他就很认真的看着说，他说哈，我就知道是你，所以他其实故意说，你觉得哦？然后他就这样。然后他就鼻孔，他就好紧张，就鼻孔微张，然后他就想说，哦，不是，那个桥段我觉得太好笑。有些，而且我们这是在尝试，就是
其实就是情境已经很荒谬了，所以你就不用再多去在表演上面怎么多夸张去诠释它，反而是把它剪到最低最低这样子。嗯，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个旅程是很开心的。嗯，所以这样子何志安真的很难得，也很特别。所以我想请三位怎么样帮我们介绍、推荐大家台北工厂最特别的地方在哪里呢？永远超出你的预期，里面从喜剧到吸血鬼，然后到这个布偶，融合在台北这个大都市里，很值得观赏。是，那从卓立导演呢，会怎么样推荐台北工厂呢？超越蓝绿，超越打破黑白，五彩缤纷，不看可惜。是，建伟，你都讲这个话，他都讲光了。我觉得我自己看了三部作品，我都看了，然后。我觉得我有看到台北，嗯，这件事情是很久没有感觉到的，在电影里面我有看到台北的不同的样貌还有人的气息，因为身在台北你有时候会忘记这件事情，然后你再去看的时候你就会提醒说，哦，我原来活在一个这样的城市，它有各式各样的面貌，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好的生活中的一个感受跟提醒吧。嗯，对对对，嗯，这个才重要。是。那回到自己的作品来说的话，卓立导演跟建伟会怎么样推荐《爱情肥皂剧》呢？人生很无奈的时候，来一个让颠覆自己的想象，然后治愈愚人的桥段。嗯，对，马上就像加了油一样。在上路，嗯，是一个就是事实的及时雨就对了。对，人生就是戏啦，有时候是这样子。嗯，就是一个 have fun 的东西，就是不用，它里面当然有很多层次，很多导演想要表现出不同的，不管是嘲讽也好，或是针砭对也好，但是它其实就是用一个让你最放松的方式去历经那三十分钟的旅程。嗯，然后。我自己非常享受的，对，嗯，我觉得就是一个有点像是三十分钟的按摩，我觉得，嗯，人家帮你按摩，按就很舒服。对，我特别想说，其实我非常感谢银委会的这个机会，给我的这个机会，因为我本来讲说，就是接的时候，其实刚好情绪很低落，都有点不想拍，可是因为碍于合约已经签了，不能失信，有点半被告这样子。可是我还是咬牙就拍了。当然，因为结果是个好旅程了。对对对，因为卢文姐她也跟我讲说，你不可以这样做，只是太任性。那我还是就做了。然后如果不是因为有银委会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也咬牙制作。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帮我们介绍台北工厂，谢谢三位，谢谢谢谢谢谢。谢谢